人啊，小水瓶摔碎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看弟弟在旁边看着，看他的小车，有那个弟弟在小车上躺着的，看到了，他给妈妈走过来问他，他说是弟弟，他指着弟弟说，可是在妈妈的注视下，他最后还是说了实话，对不起，是我打碎的。还有床上抽了是不是？妈妈听了没有责怪他，笑着说：“好孩子，就这样的东西。”